那我想啊，云林县大概很多很多的节庆都相当有意义的哈。那当然，我们自己也透过我们很多的这些风景地区，还有我们的文化，那不只是我们的布袋戏啊、偶戏节，还有我们的咖啡节，甚至我们的这个云溪海洋音乐季，让大家看到国境之西台湾海峡的美丽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大概陆陆续续透过很多的节庆，包括透过我们很多的特色文化的特色跟景点，慢慢把云林县提升上来，所以几乎每一个季节，你来到云林县，大概都有很多的这些无论是美景也好，或是我们地方的文化，那宗教文化、庙宇文化，其实都非常的盛行。